上面的螺丝拆下来，在拆的时候注意里面的调整纸不要损坏，放好。不行，算了。大的也不行，那个油不行的，那里面上不去的，你怎么拉？那里，那里。里面挂不住，因为卡也卡不住。螺丝要松掉吧？没问题。反正。钻盖上的螺丝也要松掉。只有用我们的工具拉，拿个拉马也拉。不行。滑片，这滑片是新的，没用过吧？对，新的。那你这个怎么清理？用锉刀了。打开之后要清理哦，它里面生锈了，要清理一下了。要拉出来吗？现在没法拉出来。